连续百天泡面，今天第36天，今天又是不得不吃泡面，但又不想只吃泡面的一天，带上泡面来吃个黄辣丁。这是底料馅炒的，第一步是炒酸菜，加葱姜了，第三步是下一包包底料，香，真香。最后还有野山椒，煎熬的高汤。店里的经典饮品是盖碗茶。三餐了，天不得好，天不得好，天天都过得好。来，再看一遍，哦，这是不同的花式。 黄辣丁和鱼来了，哇，我都还点了一份哇，烟熏蛙。好，最后一道工序了，淋油。给我舀个爆辣吧，哦，看这红油啊，这明天不好整啊。穿上战衣，开战了，先来吃黄辣丁。哦，好烫。哦，再来一根。黄辣丁也是种很好的鱼，好在哪儿呢？好吃。 它应该是肉质最细嫩的鱼之一了吧？来个蛙已经不行了，哎，4年前我长得真像蛙，现在像啥呢？不好说。这蛙腿上的肉像蒜瓣一样，特好吃。我把我的油碟是蒸的很烂，吃口凉拌的贡菜把嘴冰一下。哎，可以。再后头盖碗茶，哟，甜滋儿的，再来啃这烟熏蛙。 第一次吃，香，就这么一碟蛙啊！再加一碗盖碗茶，我能磨一下午。蛙吃完了，黄辣丁全捞起来了。这顿饭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，制作主食了。我之所以喜欢这家店呢，还因为它这有一锅现熬的高汤。看，这还有只汤渣，可以帮我用高汤泡下面吗？这绝对好吃啊！锅里开火了，煮点大鸡肾，还有卤肥肠。这还有我特别爱吃的十方映月香肠，当然一边添味我也喜欢吃。好，所有鱼等一下，这样吃着完全是在蒸脸。 好，差不多了，再来涮点鲜切吊龙，用六勺啊。这个仅需10秒，红烧牛肉面得有牛肉嘛，再来点肥肠。鸡胜和香肠，最后还有午餐肉，这样就能吃到这样的一碗泡面了。但实际上今天面怎么样啊？倒不起来了，上面全是肉。你一直在直播啊？没有直播，我是拍。<笑>路过。哇，香味复杂。那么9月9号，7月25国生日的朋友们，祝你们生日快乐！ 这个午餐是用对了，是最适合住火锅的那块梅林。对，黄辣丁火锅黄辣丁，就这种鱼，很嫩的。啊，哪个地方啊？十方映月香肠。嗯，这尝适合多煮一下，煮个半个小时。哎，我觉得我要是蒸出摊卖泡面面啊，我也熬过高汤，看行不行？有没有那条件？这样泡出来真好吃。这肥肠多少带点原味儿。 是我喜欢的。其实这地儿吧，离我们海椒市店挺近的，我都不去海椒市店吃，就因为我们没有高汤。哇，这每一筷子肉比面还多。好，今天这面汤啊，说什么要喝一口，两口。 好舒服啊！哇，幸亏我来的早啊，5点半就开吃了，这会儿6点半了，已经坐满了，包括那头路边都摆满了，刚到的已经在排队了。好了，天都黑了，我脸也黑了，就拍到这儿了，反正也吃的差不多了，今天菜点的刚刚好，那就明天，嘿，我们天天见。